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O 一呢半径是一啊 ，O 二半径是二，那 P 点是两个圆外切的那个点切点，那这个是公切线。那么现在他问说哈 ，P 到这个外公切线的距离是多少？哦，等于是做垂线的，做垂线哈，那是距离我们叫做，这我叫做 PQ 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带那个广义分点公式 ，PQ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哈，这是一比二嘛，所以这是一比二，好，这距离一比二，好，这是 OA 好了，它是 OB 好了，好，这是一比二，那时候我就晓得哈，这个 OPQ 的距离呢是等于多少？一加二。一加二分之一，啊乘以多少呢？就二啊，哈乘一啊，就二乘以呢 ，r 一，啊加多少？加这个，这个，二哈乘以 r 一，啊这一乘以 r 二啊，一乘以 r 二，啊相当于是分点公式。它这是一y 方向的分点公式，这个是多少？三分之多少呢？二乘 r 一，r 一是一啊，就二乘一，加上一乘二，所以这是等于三分之四，所以答案是三分之四。